同学都有吧。讲师在台上讲解如何使用平板或电脑来制作简单的动画，这是中华国际青年种子协会特别从台北来到台东太麻里拉拉兰部落，与财团法人原乡部落重建文教基金会合作，教导部落小朋友如何善用网络资源及相关知识的运用。在平板里面玩一个游戏，然后可以设定背景，还有那个人物，还可以那个选声音。那个，然后还可以从那个手机上的照片，然后放到平板，好玩。可以用音乐，然后可以自己录制自己的声音，很好玩啊。很有趣，然后好像学到可以自己制作游戏。为了建制原乡地区无线网络，原民会推动 iTrap i 部落 WiFi 无线网络计划，而台东县今年已完成全面建制，也是全国首先在原乡地区达到100%的县市。中华国际青年种子协会为协助平衡原乡资讯教育，学习善用公共网络资源，发起原乡资讯小能手网络资源学习的志工教学活动。当然，这个原乡的这个议题呢是。其实市府现在非常重视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志工团体也是积极推动这些活动。那现在呢，就是针对网络以及多元教学的方式来协助偏乡来做多元的发展，这样子。云山地区 iTrap i 部落的建制完成，有助于观光文化教育上的学习，使部落的资讯发展更为快速便利，为部落搭起数位的桥梁。突破地理环境造成的落差，让讯息传递不再受到限制，让网络应用更贴近族人的生活。原视新闻吴俊台东太麻里采访报道。